尊敬的郑校长，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嘉宾们，大家好。今天是逢南京一中110周年校庆，记得净空是在20岁的时候，也就是1946年，就读于南京一中。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70年过去了。记得在南京一中读书期间，得到学校老师们的辛勤栽培，还有当时的训导主任涂世泽老师对于我们的真诚关照，这些恩赐都令净空一生感恩不尽，难以忘怀。我到南京第一中学就读的那一年，是对日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在8年抗战期间，我是在流亡学生，一直到抗战结束，生活都是非常艰苦。当时学校就是我们的家，老师要兼任父母的责任，师长们确实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非常的关心爱护。因此我们对老师终身感恩。在那个时代，社会人心跟现代相比确实是非常的淳朴善良，社会风气和谐，大家都愿意去照顾和关心他人。近代以来，中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大家都想效法西方，抛弃了自己传统的文化。抗战胜利后，国家的教育方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重视知识技能，而对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疏忽了，大家不再认真学习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以伦理道德善良的风气在社会上大幅度的衰退了，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遭受苦难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我们把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抛弃了。我们看今天的世界，确实人心大不如前，社会动乱，无理无序。根本原因，西方人抛弃了宗教教育，东方人抛弃了自己的圣贤教育，这是今天世界动乱的根源。但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大力提倡要恢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呼吁大家要重视伦理道德圣贤教育。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在古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多次辉煌的太平盛世，特别是在夏商周的时代，那时的确是实现了大同之治。这些大同之治、太平盛世是靠什么方法来实现的？我们仔细观察，就是靠教育。教育办好了，人人都是善人，所以
国家治理靠什么？就靠教育。所谓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老师比什么都重要。那么古代中国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五伦头一句话讲父子有亲，这是说父母与子女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亲爱。中国人教育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正确地引导一个小孩，让他一生保持对父母的那种天生的爱。教育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引导这个小孩，引导这个青少年，让他们对父母那种与生俱来的爱能够扩展开来，发扬光大，去爱他的兄弟姐妹，爱他的邻里乡党，然后一直到扩大爱所有的大众，爱一切众生，所谓凡是人皆须爱。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真正爱的教育，家庭里面有爱，家庭和睦的，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有爱，社会是和谐的。在这样一个彼此关怀、没有自私竞争的环境中生活，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多么令人向往。我们看中国的同盟教育，它的核心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它是叫孝、叫敬，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现在孝亲尊师的榜样太缺少了，这是中华文化的危机。我们要找回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首先要恢复孝亲尊师的美德。记得80多年前，在我6、7岁的时候，父亲带我上私塾，那个时候的私塾是在祠堂里，祠堂的供桌上供奉着大臣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牌位。父亲带着我们先向孔老夫子行3跪9叩首的最敬礼，接着请老师上座，父亲在前，我们在后，向老师行3跪9叩首的大礼，然后在献上供养老师的礼物。看到父亲对老师如此的恭敬，从此我们就不敢不听老师的话。所以尊师重道是这样教出来的。孝亲尊师是一个人德行的根本，父母教导儿女要尊敬老师，老师教导学生要孝顺父母，父母与老师彼此配合，这才能帮助下一代扎好孝亲尊师的基础，这个孩子将来才能够有所成就。下面我想谈一谈学佛的因缘。我年轻时最反对的是佛教，因为见到当时的佛教流于金灿佛寺，没有见到出家人讲经说法。当时我在南京住在同学陈芝家中，他的祖母信佛，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基督教徒，三种信仰
能够融合、融洽的相处，是指宗教能够团结和睦。但我始终认为，佛教是迷信。如果不是26岁遇到方东美先生，可能我和佛教的缘分就断绝了。方老师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方苞的后代。当时我得到老师特别的爱护和提携，每星期到他家里上课，是一对一的教学。方老师为我讲解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方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是被这两句话引入佛门的。后来我学佛出家，唯有方老师一个人赞成，说你的路走对了，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当然要正干。方老师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名教授，但是一直到老师往生后，在追悼会上听秦孝仪先生报告老师一生的心意，我们才知道他是蒋先生父子的老师。我追随老师20多年，老师从来未曾提过这件事情。学佛之后，我们才看到西方学者对于宗教的评价很高。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宗教是人类永远的需要。宗教二字如果依照中国字义，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因此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宗教教育所教导的内容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智慧。中国的宗教如此，外国的宗教亦如是，所以它是完全没有迷信的。然而当今时代，世人舍弃了宗教教育，宗教只念经不讲经，不能真正理解经典的真实意，这才是真正的迷信。我们不能盲目的随波逐流，而是要认真学习伦理、道德、科学、哲学的教育。科学、哲学的最高峰都在佛经中。现在高等科学所研究的内容在佛经中都有记载。几千年来，外国社会曾经出现过安定和谐的局面，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宗教教育。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是宗教，都是宗教，都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和尊崇的教化。所善事的和教导众生的内容是伦理、道德、因果和圣贤的智慧，古圣先贤的智慧集结成经，自古至今的经验汇集成史。在中国四部当中，
经和史保存的最为完整，几千年来代代沉船而未曾中断，一直到满清末年，民国成立，中国人在战乱中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开始反对传统，全盘西化，这是今日社会的动乱根源。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恢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励人民重视伦理道德、圣贤教育，积极鼓励人民要有正面的思维，给社会带来正能量。我也在此期勉大家要重视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要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圣贤教诲落实在自己生活上，然后我们就能够改善自己的家庭，改善周遭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气。今年九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监控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名为监控之友社，这是源于今年三月教科文组织的九位大使参访了澳洲图文堡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亲眼见到我们在图文堡17年团结宗教、团结族群的成果，从而对社会安定和平、世界和平建立了信心。于是大使们回到巴黎，共同提议和申请为监控在教科文组织总部设立了办公室，并于9月25日举行正式的开幕仪式。通过这个办公室，能够有利于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大使嘉宾们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流，真正落实促进宗教团结、恢复宗教教育、弘扬传统文化理念，为祖国的繁荣复兴、世界的安定和平略尽绵薄之力。至此，南京一中110年校庆之际，监控在此真诚祝福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德学日尊，事事如意，祝福母校贤才辈出，永续辉煌，祝福祖国国运昌隆，国泰民安，谢谢大家。